讲述军旅故事，分享励志人生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军旅人生》。今年年初，习主席视察第二炮兵某基地时，在看到军使馆一张宣传图片的时候，一眼认出了画面当中他接见过两次的老兵。这个老兵叫王忠新，他是旅里技术营的一名一级军事长。王忠新先后执行重大任务25次，实装操作1270多次，没有下错过一个口令，没有按错一个按钮。对于一个导弹号手来说，常年不出错是出色，从来不出错类似于传奇。王忠新就是这样的一个传奇。我叫王忠新，今年47岁，来自安徽黄山，是第二炮兵某旅技术营导弹测控技师，一级军事长，也是全军许许多多班长中平凡的一位。自穿上这身迷彩绿已整整29个春秋，在班长岗位上一干至今，操作过3种型号的导弹，实装操作1000余次，没有一次差错。旁人看来是不可思议，对我来说，我只是努力要把事做扎实，把兵当精彩。当兵就要甘于奉献，从我带着梦想参军入伍，我就定下目标，再苦再累也要干下去。与大山为伴，与利剑为伍，越是干测控时间长，越感到肩上的压力大，专业上不响当当，哪里配当军事长。如今我更不能忘记士兵本色，一定要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技术骨干，是吧？常开的参军，干一行爱一行，专一行精一行，只要穿上这身军装，我就永不懈怠，当好一辈子兵，一辈子当精兵。第一次见到王忠新的时候，很难把眼前的人和那位荣誉满身的老班长联系起来。因为一开始在新兵营的时候也接受过很多对王班长的教育，因为他说他是士官专家、班长标杆、老兵楷模，然后也见过很多他的新闻图片，然后所以当时对这个人就是相当于蒙了一层面纱。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其实我并没有反应过来，黑黑瘦瘦的，然后貌不惊人，然后当时我看到他没有反应过来他是王班长。当初报名参军，父亲对王忠新的叮嘱便是当个班长回去，没有想到的是一语成真，这个班长他一干就是25年。报这么多年来吧，这当着一直当班长吧，每次就是说包括我们班走出去的和不是我们单位走出去的，见到我都对我很尊重，喊我一声老班长，我确实很欣慰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对得起这一声班长。1990年，刚从士官学校毕业的王忠新第一次当上了班长，正在他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拳脚的时候，却赶上了部队的第一次换装。因为士官学校学的知识啊，肯定跟我们这个当时这个这个部队那个型号肯定还是有区别不一样。他来了以后啊，也是一个从零开始吧，也是从头开始学。画图画的把那个计算器都画反了，后来大家都就笑我，他说你这个连最基本的原则你都不懂，你还学什么习？所以说那时候对我打击也很大。这不是王忠新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困境了。
刚来部队的时候，只有初中学历的他，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搞清楚自己的专业是什么。而现在辛辛苦苦好几年，一夜回到零起点，王忠新自己也有些沮丧。在这个岗位上嘛，如果干不好的话，确实是，包括我自己也没有，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也站不住脚，所以说我这个对这个专业也非常感兴趣，所以说学的也确实那两年嘛，也用了一点心来学。因为在我这个观念里面，就是说不学肯定是要落后于别人，因为我始终的是说我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。虽然从来都不善言辞，但王忠新明白自己现在是班长，要想让大家心服口服，就必须要用实力说话。特别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，我们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局里面的发的一些基本的这些学习资料，他的学习专业呢就是学习那些西装资料啊、晒篮资料啊，对着图纸进行那个跑电路，学的比较深。当班长的第二年，王忠新作为操作号手，第一次参与了导弹的发射任务。操作的时候特别紧张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操作这个武器，然后这个发射这个东西确实比较紧张。但是这操作完了以后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下来的。这是王忠新第一次来到发射现场，剧烈的轰鸣声和脚下大地的颤动，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。那个心情不用说了嘛，但是有很多层的眼泪都掉下来。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但如今回想起来，还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那份难以平复的激动。这么重要的武器能够在我手上，能够也通过我参与的一部分嘛，就是我作为一个里面的一个分子嘛，来过参与执行这么重大的任务，这个确实没想到。那一刻，王忠新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神圣，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上军装的分量。然而，让王忠新没有想到的是，1999年，他却不得不脱下了自己穿了13年的军装。因为我们当时转这个志愿兵嘛，是说满十三年就要回地方，转业回地方嘛。说句实话，因为毕竟回去还是找工作，能够和家里人嘛，和家里人这个要共同生活了，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事。但是毕竟自己亲自测试的这一些武器啊，要分手了，心里也觉得也有点难受。虽然在地方上也找到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，但王忠新的心里却始终空落落的。就在这时，旅里突然发来了一封电报。他只是说了速回部队，就是部队有事速回部队，那还有什么话可说的，就直接回部队。回部队以后马上跟我说士官制度改正，你留在部队了，就是这一种。再一次走进熟悉的军营，王忠新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留恋部队。营区里的每一栋楼、每一棵树、每一个人都让他感到无比的亲切，也让他更加珍惜在军营里生活的每一天。29年零差错、零失误，这样的传奇他如何造就？
25年一个岗位，对于班长他有着怎样的理解？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。王中心，当好一辈子兵。当兵29年，王中心始终住在十多人的集体宿舍里。营里考虑到他年龄大，经常失眠，破例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，可王中心却硬是不让别人动他的铺盖。在他看来，再老的兵也是兵，只要当一天的班长，他就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一台仪器，一副面板，7块仪表，30多个开关，这就是王中心20多年来工作的全部。插插座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不能斜插，是吧？要正对着插进去以后，我们这个边上这个啊，这是一个锁紧，我们再把这个。在这个岗位上时间越长，王中心会越发在意这些细节。导弹不能带着任何疑问走向战场，这也就意味着平日里的操作容不得丝毫的误差。他带男兵的时候，经常会让他们一次插拔一个电缆就要插拔1000多次，他带我们也是一样，就让我们小小的动作不停地练。几年前装备检修的时候，一次超期服役的导弹在最后一道综合测试时始终不能正常运行，厂家花了3天3夜也没能解决。参与该型武器设计的专家也闻讯赶来，但却还是无法找到故障原因。到找了找了很长时间，连个点都找不着，这分析那分析的分析的，都很累，都晚上都有时候都熬到天亮，都没显出来，最后确实很急嘛。这到底出来哪里？这个我们那个武器又很贵，如果要是这个报废了，那就损失太大了。最后，就在各路专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在一旁见习的王中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：是不是电缆插头出现了问题？这个因为我们也一直跟着他们排除故障嘛，然后分析嘛。因为我刚才也说了，就是我一直从事这个东西，对这个整个的武器系统的某个部位啊，某个仪器啊都比较熟悉，可能存在的问题啊在哪些地方啊也进行了分析。当时呢，很多的这个专家都是觉得持着怀疑的眼光看到他，说是你行吗？然后呢，这个王班长呢他就说让我试试吧。手到病除，问题迎刃而解。王中心再一次用实力印证了自己曾经撂下的一句狠话：在测控技术上，我要说了算。我的要求我都亲自要看到摸到，都做到这样，亲自看到和摸到，就是别人就是走过一遍了，我还要去看一遍，就是不放心的这种感觉，确保这个我们的武器系统这个操作啊，这个整个执行任务过程中没有差错。在旅技术骨干中，王中心是公认的技术大拿，基地技术尖子人才库中他是仅有的3名士官之一，部队2次武器换代，他都是率先掌握新装备的第一人。经过他一手带出来的人，现在这个包括我，包括还有一些我们更大的、更这个上级机关的一些领导，还有这个现在在各个岗位上有我们这个测试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各个发射岗位上的一些主要的主体士官，都是他一手这个带出来的。2012年12月，作为第二炮兵第8次党代会代表，王中心受到了习主席的接见。
2013年3月，他当选为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在人民大会堂，他再一次受到了习主席的接见。不仅在我自己，在我们家乡，在这些人都感到，我们家乡的人和我们单位的人都感到很，是一种荣誉。说句实话，这个说句实话，这个我这个今后的工作也是一种激励，因为这个一个普通的一个基层代表能够见到这个主席，确实是感到这个真是非常荣幸。入伍29年来，王中心先后被表彰为全军爱军金武标兵、全军优秀共产党员、第二炮兵优秀士官、十大好班长标兵，3次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。然而，谈起这满身的奖章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：“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岗位。”像我们单位这么多这个高级士官是吧，跟我一样也是这么默默地在这个岗位上干，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武器是吧，能够维护的这个始终维护的这么好，然后随时做到能够准备打仗的这个状态吧，就我觉得这一辈子就是做好这一件事，我觉得我还应该说代表我们这些高级士官嘛，都觉得很值。报告。再过一年，服役满30年，王中心就可以退休了。然而，真正到了面临去留的那一刻，他是不是会再一次选择留在部队？王中心想了想，并没有回答。不管在什么位置，只要努力去做，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属。采访的几天时间里，王中心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淡定。这份淡定源于朴实，更源于责任。29年默默无闻，执着一种专业；25年任劳任怨，甘当兵头将尉。老班长王中心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也谈不上什么惊天之举，就是踏踏实实干好每一件事儿，本本分分当好每一天兵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。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，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，登录中国军事网。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中国军事网 APP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再见。从不被看好的小个子新兵，到闻名军营的特战精兵，他用磨难和伤痛浇灌成长。从一名普通的代理排长，到全军首批士官长，他用梦想和勇气完成蜕变。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，梦想是，我是士官长。